看经闻法，贵在如实会得其意，果能消扰，归我自信，则受用无穷。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如果你要是真会了啊，你这个读经听经啊，就跟每一天喝水吃饭一样，决定不能离开的。欲罢不能呐、啊，那这个不可思议呀、啊！的受用啊，我讲一个最浅、最小的受用，无有疲厌，这最小的。你看你们工作多了的时候啊，会累呀、啊，会疲倦呐、啊。如果你要肠道发胃呀、啊，当你疲倦的时候，这个经念上一段，精神就恢复了，就不会疲倦了。这是最小的好处啊。那么你现在得不到，念经念多了，念佛念多了会疲倦，你没有味道没尝到。哎，你那个念的时候是口里头念，没有能够体会到心上去，会到心上去是那真受用，法喜充满了，无有疲厌了。啊，有很多人问我的法师，你讲经讲两个钟点很累了，很辛苦啊。他们不懂啊，我不讲经会累呀、啊，讲经不会累呀、啊，那怎么会累呢？啊，前些年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一天讲九个钟点，不累呀、啊，越讲精神越好，越讲声音越大。不讲经的时候会累啊，所以你真正读经讲经的话不会累，不会疲倦。你尝到味道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要能够如实体会到佛的真实意义，真正消归自信，这就得受用。